这天天气不错，适合斗个嘴。咱们就说，咱是小网上可不贵。萧老师不一说王老师好使，摆文动就是想找事儿。昨天说了一些自己很漂亮哈。叮叮叮，好嘞，漂亮，真爽，哇，他这个。叮叮叮，哇塞，啊，他说话就开始了。王老师斗嘴，赢了面子，输了里子。晚上恐怕饿出沙发。肖老师只要表演一点本钱，王老师就算赢了也要输了。接下来，王老师要记住，不管是被大声、被凶，都要卑微。所谓年少有为，不自卑吗？好险了，战！幸亏你反应的快啊！你看到后面什么人没有？我看到后面什么人没有？这烟已经断到了，我大那个烟了啊！何峰，然后从你拿起来那个箭之后，太记得了。然后回头蓝战，幸亏你反应好险，幸亏蓝战你来得及时。也是当然，定位清楚，来一个甜美的笑容。肖老师不但没回应，还重狠狠地踩了地上一脚。买买票，咔咔的踩一脚了。叮叮叮。那可以站着吗？对，我们接一点位置也是这样动作啊。没有，他们的伞要给拆掉吧？可以，开始。可以拆掉啊？那根是吗？对啊，可以拆掉，没用的。来吧。哎，去啊！我操！哇，好险！哎，我操！此后，王老师变成了肖老师的脸部追踪器。一准备要一回就砍。笑话说给你哥听听啊，你哥要是笑了就会给你好脸色看的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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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不碰我秀，老公们，不碰我秀。有镜头他装的。不是被他
3, 2, 1